布，欢喜国第五届宫廷乐师选拔大赛现在开始。海选结束，请晋级的学员换好学院服集合。今晚一起去泡澡啊！这要有违学院规定，流氓！本少爷就是多心，没办法。作为宫廷乐师，你们不仅要德才兼备，乐派形象也很重要。幸好遇到了我。接下来分配卧房。大头部，哪个九个男人睡一张床？以后可怎么办呢？睡吧，晚安。嗯。好想出去啊！难道是传说中的飞鹰计划？嗯。我们发现有学员违反院规，更有甚者还隐瞒婚史。大师爷饶命，我错了。拖出去处决。有请百强选手。这是我家哥哥的，让开。格局提起，咱们要一起冲进决赛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来这里不是当乐师。你说走就走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报名。我不想在黑暗里跳，所以我只想珍惜每一次舞台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坚持下去。我一路和人较量着走到现在，此刻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对手是我自己。而且我很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人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喜欢，我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尽力而为，无愧于心。其实我喜欢你。我们一起走到最后吧。你好，我们是欢喜乐团。以后，您就是我的哥哥。哎呀，你快把鞋垫穿上，矮了，矮。你闭嘴。